由金泰梨、南柱赫主演的 tvN 电视剧《二十五二十一》播之后备受好评，治愈又热血的追梦故事获得多观众的喜爱，收视率也一路到百分之八点七八七。随着女主角金国家代表选拔赛本周播出，也迎来一位特别客串演员，就是上个月刚与朴信惠结婚的崔泰。许多网友纷纷猜测：难道孩子的爸是他？ Photo from TVN。二十五十一在讲述整个世界因金融危机而动荡不安。一九九八年，二十二岁的他和十八岁的他第一次见面，互相喊出对方名字。三年间不断的经历创伤、误会，最后彼此一二十五岁和二十一岁那一年才相爱的青春罗曼史。Photo from TVN。最新剧情：罗西度、金泰离世。 递补参加国家代表选拔赛的格排名二十六位的他，其实获胜的机会渺茫，但他依旧放弃拿第一、进入国家队的梦想。他说：“就算我的想没有实现，我也不会感到失望，因为我已经习失败和输了。”西渡强大的精神力一直让白亦晨祝贺是很羡慕。他告诉西渡：“你让我有所期待，所我老是越来越贪心。” Photo from TVN 近日官方公开新剧照预告，崔泰俊将特别出演《二十五二十一》，带来不同寻的大反转。崔泰俊将在剧中饰演基建国家代表浩镇一角。照片中他在飞机座位上带着微笑往方看去，令人好奇他是在看谁。Ph from Photo from TVN。Photo from TVN 在另一组剧照中。 泰俊和饰演罗西都的金泰梨并排坐着，崔泰俊向身边的金泰梨，接着金泰梨转头也看向他，并灿烂的笑容回应。到底两人会有着什么样的缘呢？制作方透露，崔泰俊将在剧中起到反转关键作用。虽然戏份很短，但希望大家期待崔泰俊以列的冲击力、吸引视线的活跃表现。 Photo from TVN。由于二十五十一在一开始就揭露女主角罗西都的女儿姓，不少观众都猜罗西都与男主角白艺辰最后没走在一起。这次崔泰俊客串的剧照公开后，网友开始紧张，他会不会是孩子的爸？好在崔泰俊是的角色姓郑。 看来我们西都的老公另有其人了。多相关文章二十五二十一 A P 一二金泰梨治愈落魄爷男祝贺，开头就剧透 B 二十五二十一 A P 三四男祝贺，见打赌智取金泰梨。结尾心动告白对你期待力来发 w 我们的 Instagram 的 K Daily。Da